这个是小黄人烟花，旋转向日葵，这个也是旋转向日葵啊，旋转的小猪佩奇。关注草小派，不花冤枉钱。Hello， 各位股东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会花钱的上草小派。今天是大年三十啊，我现在在全国的烟花之乡湖南浏阳，看到我身后这些烟花没？这些烟花啊，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小的烟花秀了啊。然后呢，有很多很多的烟花，一共是18000块钱。当然你们也不用心疼我啊，年底了嘛，董事长给大家当做年底分红了。你们帮我点个赞，评了个666，再帮我点个免费的关注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烟花全部的组装起来，晚上就开始燃放。现在正在接这个电子引线啊，然后呢天已经黑下来了，马上就要准备好了，还有10秒钟就是新年了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开始旋转啊，这一边的全部都是地面旋转类的啊。然后接着按下一组是吗？3、4、2。好，接着是56啊，56。7、8，小黄人转圈圈啊。不要眨眼啊！王牌飞行员，身体不太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，1、2、3、4。
开心啊！十多年了，都没有这么多人过。一二三四。好了，最后一组了啊！王牌飞行员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环节呢，就是我们上次最精彩的那一个会飞的水母啊，300个。怎么样，各位股东们，这样烟花秀看得爽不爽？我终于是把我15年来啊一直想放烟花的这个瘾啊给过了一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味到童年时候的那种年味啊。我们的烟花系列终于是大结局了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评论，再帮我点个免费的关注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是草派，今天你白欢喜了那最后祝愿大家新年快乐。